他都没办法答辩啊，不能你答辩啊。错了，可以来人那里答辩。哎呦，他喊我上来好欢迎。哎呀，没得没得。你刚问我你呢？要你一个人的去掉。啊？哪里？你刚刚说问你还很牛哎。啊。你一个人的去掉，大老板。等着倒呗。哪里还没就敢倒？对，等等等着，俺就问俺你，哪个哪里那边修上哟？我一直倒。倒干一个人倒。哦。可以啊。我做个房产人。哪个好啊？你那边干的？啥行业啊？做小房产人。那我啥时间啊？做小房产。没得没得，哎呀。小伙子。那大伯伯家门里是等于多面子干老人哦。嗯。伯伯，你哪里你听？